运营，刚刚有点摔痛痛。运营现在是九个月，几个礼拜？今天是几号？他十二号生日。那今天几号？第二个礼拜了。哈。九个月，第一个礼拜，才第一个礼拜啊。嗯。哦，才第一个礼拜，云就已经这样子站起来了，一副已经想要走的样子。哦，柜马掉在地上。哦，哦，自己捡，自己捡，捡。他现在就只是很想站而已。妈妈买了好多书给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小鸟的书，好多鸟哦，是小鸟对不对？它现在都不乖乖的趴在地上，脚都想这样子站起来。哦，你看又站了。哎、你要这样拿是不是？这样才能显示你的那个困难度，显示你的厉害。功夫与云出现，给你拿。一定要